宜兰县公民监督联盟1月10号将在县议会一楼简报室举办立委选举辩论会，8位候选人也都联署表明愿意参加。联盟是指出，因为县选委会已经有举办电视政见发表会，因此辩论会内容将着重在候选人的相互提问。为此，今天也特别公布流程以及公民提问问题给与会的候选人参考。